同大家推荐一间抗人工养生方的按摩店，就在这个梅林站的支出口。出了出口之后呢，直行行到路口之后转左，再向前大概行150米。咁去到条斑马线之后，望个对面就见到呢一间抗人工养生方噶啦。咁上去二楼，咁佢个价钱都好实惠嘅，咁就会有一份水果啊，有一个面啊，同埋有龟苓膏送嘅。咁啊，環境都好靚嘅，好乾淨啲牀。咁喺大眾點評話美團咧係有呢個團購嘅優惠嘅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